站住！你又干什么去？我想我奶奶了。那真想不到老外婆，现在这么多活都花了。我都好长时间没有见奶奶了，我看完奶奶我就回来干活了。那我死了。你又在吵什么呢？哎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打声招呼，我好意见啊。不用接，我又不是走不动，我呀是来看珍珍的。奶奶，我正准备去看你呢。你要经常来看奶奶，奶奶呀很想你的。奶奶呀，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。谢谢奶奶。妈，我每次让珍珍去看你，她都不去。珍珍，是这样吗？是啊，妈，我们就是因为这事吵起来的，让她带东西，她也不带。我们老人家值不了那么多，不用带东西的。而且这孩子呀，不懂事，还说老不死的，吃那么多东西干啥？啊，珍珍，你真是不懂事，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。好了，这个我什么都是，你拿过我。